咱们今天走呀，带妈妈一起走，跟奶奶说一下。娘娘，我走呀。你走哦。哦。你走哦。哦。啊。娃娃上学了。哎呀。我说了个啥？你说了个娃娃上学哦。哦。啊。啊，好啊。嗯。我给他安顿个。哦。到太原的呀，太原的呀。太原也的。哦。过了节我们回来住两天。哦。啊。你妈可以啊不？嗯，可以。啊，好啊。嗯嗯，娘娘。哦，对吧？你这样了，放上个链子的。我想有个链子的，就我们姐姐围观噻，链子的围观。嗯。我说了个啥？你说了个小哥哥链子。不是链子。我想有个这喜字连轴的，你看，这可可们老把这个圆轴，不是圆轴，是连轴。哦，连轴，娘娘，连轴。嗯。哎呦，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啊。啊。嗯。过了节嘛，回来坐下去。好，就是娘娘。嗯。你听我说。嗯。他说个连轴的。还有连轴的。哦。连轴的尾根，连轴的尾根哪里个嘞？归了我们姐姐了吧？没了，就是归了她了，她拿上了。嗯，不知道嘞。嗯，反正就是小有个练走的。没有，小那、啊、说喜事练练。嗯，小有个练走。不是练走，练走。哦。练住。练走。哦，练走的。那、啊、说喜事练练喜，那喜字练走了。嗯，就是后事练练。哎，这口口的乖乖，政府他们那有个连轴的啊，马小油乖，嗯，你跟我太少乖，哎、嗯，没老这些嘛，这些有带路有的啊，这些黄金那些全没了嘛啊，哎，我弄你太娃啊，真是太少了啊，我给你买黄衣裳吧，买好了你就啊，哎呀，嗯，就可以做个红的喜字了。嗯你这一只就歇一歇啊，睡的吧，这一只就睡、哦、睡的。嗯。哦。这样嘛，老师，这个请假了，从了几天，就那三姑跟我洗个脸，在我那铺子上介绍上来。哈哈哈！我感觉瞅着他嘞，就为是这样，这个根基是最好的。啊、哦。哎呀，可好啊！哦。啊，走啊！嗯，好啊。走啊！嗯。你和我爸爸就在家里哇。嗯。你走啊，宝，你要走啊？哦，你好啊。你要走啊？我不可以，我干那活儿不可以。他们如果叫，嗯嗯，哎，你跟我爸爸就在家里哇？啊，不是，我就在家里哦。哦，那你们两个就在家里哇？我就在家里看门子哟。啊，门子也看不着。啊。在这里儿下来时候，我就回来了，我还回来卖里儿来了。哦，卖里儿来了。哦。我走不市场，没聊老的那个人呢。哦，嗯，好吧。啊，好。嗯。